旅广山水同乡会第76届李监事就职典礼，理事长黄金培先生、副理事长冼惠康、冯建宗、李志恒、监事长李锦棠先生、副监事长崔燕霞、陆明稽查主任陆容彪先生、副主任童海波、总务主任林扬贤、副主任邓守正、财务主任轩荣忠、副主任梁卓雄、交际主任卢志维、副主任李志庄、福利主任卢帝芬、副主任彭振荣、教育主任陆秀珍、副主任梁燕芳、康乐主任陆德明、副主任冯敏贤、联络主任李荣基、副主任陆松茂、文书主任陆达荣、副主任圈锦峰、宣传主任陆启流、副主任刘玉生、青年主任明耀康、副主任明耀恒、妇女主任董小燕、副主任何燕平、会务发展主任霍建康、副主任陈尚权，仲有 多位理事同埋监事，总共系60位理监事咧，全部就职，咁就由以下就由理事长黄金培先生致训词。咁啊，就请黄金培先生致开会词。各位会长、前辈、李监事，今日系本会举行第76届李监事嘅就职典礼。首先，我恭祝各位当选为本届嘅李监事。适逢今年是同乡会成立100周年，我们会在11月11日在会展庆祝。我相信今年的工作会比以前的多，希望各位能够同我同心协力，全力以赴，将这个百年庆典搞得有声有色，为同乡会争光。本人十分荣幸承蒙各位错爱，当选为本届的理事长，我当全力以赴为同乡会尽一分绵力。因家父的关系，我做会员已经20多年了，但是对会务资历尚浅，如果日后有任何错失，希望各位前辈随时指正训导。三水同乡会是一个非牟利的机构，历届的李监事都无分彼此，大公无私，为乡亲服务。我希望今届的李监事一样，可以有同样的优良传统，无论职位的高低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把这个百年庆典顺利完成，将会务发扬光大。最后，我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家庭幸福。多谢。